果陀剧场25周年三大舞台剧隆重开卖，金钱万岁斗智喜剧抢钱的世界，4月19到21台北国父纪念馆，大家一起来抢钱。爱情美学温馨喜剧再见女郎，4月26到28口碑不断加演场，一出震撼心灵感动不断的好戏，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庆祝百场特别演出场，与您相约6月4号到7号台北新舞台。